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萌萌。今天分享五个巨能提高审美的 APP， 让你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欣赏世界名画，还不赶紧收藏。那第一个呢，就是叫做 Daily Art。这个 APP 呢，它每天都会给大家推送一幅世界名画，以及这幅画的一些信息资讯之类的，画作的一些尺寸和作者都是写在上面非常清楚，以及这个画表达的一些内容啊，表达的一些作者的思想啊之类的，小编也都写出来了，一目了然，让我们不出家门啊，就能直接 get 到跨越百年的杰作灵感。第二个就是叫 iMuseum， 那这个 APP 呢，它是一个链接全球博物馆的 APP， 让你可以瞬间的了解到身边的一些展览，身处城市的一些博物馆的展览资讯。当然呢，你也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比如说东京啊、巴黎、纽约的一些知名博物馆的最新展览讯息。在这 APP 上呢，就能轻松的查看到各个展览的一些时间、地址、一些费用啊。如果你近期有出国旅游的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赶紧下载一个。第三个呢，是每日故宫啊，这个是故宫博物院出的 APP， 每天都会给我们推送一些文物。这个 APP 的页面设计我都觉得真的非常简约大气，高清文物图片伴随着优雅国风的一些伴乐，哇，真的是犹如身临其境一场国风盛宴一般的那种体验，就是艺术级的享受，真的是很有品味的一个 APP。 然后我发现它里面的一些国风伴乐很好听，还蛮有意思的。第四个呢，我要给大家推荐藏书馆。那在这个藏书馆 APP 上面呢，你可以找到很多书本资源、高质量的一些书，然后这个它的页面设计呢也非常的简约大气。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免费下载，然后离线观看，我觉得就很适合我们平时坐飞机或者是坐高铁的时候可以下载一些大家想看的书，真的是很赞。它上面的书源呢都还蛮全的。第五个呢，要跟大家推荐这个行色 APP。 哇，我觉得它超酷的，它可以通过拍照去鉴定一些植物的品种，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而且还可以在上面学到一些关于植物养护的一些小知识。像我呢，真的是很喜欢养植物的，所以这个 APP 就很适合喜欢养植物的宝子们下载。喜欢养植物的宝子们千万不要错过哦。好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